另外还有一位柚子达人，在苗栗县苑里镇的赖义勤，他种植柚子时间已经超过30年，在他的果园里同时栽种了4种柚子，而今年大丰收，甜度高，品质又好，老早就有买家来预定要买最大的帝王柚。放到地上去了。这一颗圆圆的大柚子看起来就像篮球一样。一颗多多重啊？称到有2-3个把柄。这些圆滚滚的帝王柚早就已经被一名苗栗造桥的买家买走了，要制作柚子茶。一般柚子3-4斤的，满片都是很多啊。啊，我要做跟人家不一样的。香气逼人的帝王柚出自苗栗院里的柚农赖义勤之手。事实上，他堪称是柚子达人，已经种柚子长达30多年。他的柚子园里同时种出4种柚子，明尼苏达甜橘柚。这旁边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西所称的西施柚，这个是白柚，这个是帝王柚。对，可以。来到柚子园，中秋节已经过一个月了，但满园还是结实累累的柚子。不是柚农赖义勤卖柚自夸，当场杀一颗来看看。这是白柚。这果肉很漂亮哦。果肉如同宝石般晶莹剔透，闪闪发亮，而且还饱满多汁。今年柚子大丰收，甜度高，品质好，喜欢吃柚子的民众可以大饱口福。美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